代表中华民国三军的休斯顿荣光会于周日2月22号中午在珍宝楼举行荣光会2015年羊年春宴，席开30桌，300名三军袍泽及其眷属欢聚一堂，大家在贺新年、迎春花的歌声中互道恭喜，全场一片喜气洋洋。许多久未会面的朋友，大家欣喜重逢，全场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当天贵宾云集，台北经文处除了买桌外，黄敏进处长也率领齐永强副处长、侨教中心庄雅淑主任、李美姿副主任往贺，加上新科侨务委员刘秀美、新任中华公所主席陈灿基、周彩婷往贺，全场一片欢乐和谐。在荣光会全体里监事上台合唱贺新年迎春花后，荣光会会长高华鹏首先上台向大家拜年，祝贺大家羊年吉祥，三羊开泰。高华鹏会长说，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，届时侨界将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，而荣光会也将在3月21号在侨教中心举行座谈会，见往知来，希望天佑中华，再创辉煌。台北经文处黄敏进处长也提到，今年刚好是抗战胜利70周年，有我们国军在前线不顾生死保家卫国，才有8年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。他在此代表政府和抗战的英雄们致敬，并祝大家和府安康，羊年大吉。侨教中心庄雅淑主任也致辞说，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地方就有荣光会的存在，并分别在会上演唱3首军歌，包括由江振远、李斌秀领唱的陆军军歌，由黄敏进处长、骆建明、张连佑领唱的海军军歌，以及由齐永强副处长、高华鹏、宇道庆领唱的空军军歌。台下人忘情的高歌，把全场与会者的情绪带到最高点。会中还颁发2014年眷村菜感谢状，以及由萧吉老师指挥的抗战民歌《旗正飘飘》，香香舞的表演，主持人张小兰、纪玉珍演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卡拉 OK 时段，其副处长独唱《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》，以及抽奖等精彩节目，到下午3点左右圆满结束。